文一号下午为音乐颁奖典礼的表演进行彩排，除了开心敲响大锣宣示回归，为了让主打歌 Coco 的首度演出更完美， Coco 可是连小细节都不肯放过。明天呢其实是两首，那第一首是个主曲，就是我很多的一些经典歌曲把它剪成一个 medley， 那第二呢就是 Coco 这首歌，超级嗨，超级兴奋，尤其是呢这是我首次表演 Coco 这个舞蹈，跟我的 dancer 们呢，其实大家心情真的很嗨，尤其是这首歌在副歌的时候是希望带动所有的朋友，男女老少，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都可以跳的一个舞蹈呢，就会非常过瘾。然而再次登上小巨蛋的舞台可是让 Coco 躁动难耐，希望早日举办个人的演唱会。我之前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在小巨蛋举行了我一个Coco 的东西，对，东西演唱会，很过瘾，真的在小巨蛋的整个感觉真的是super super super amazing， 所以再一次来到小巨蛋然后做一个表演，真的会有那种想开演唱会的感觉。收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